而且其实徐鹏武很挺我，现在都直呼本名是不是？那时候林子佑找我的时候，其实我一直很想找林子佑合作。欢迎大家来到 Venus Era 的台北演唱会。而且其实徐鹏武很挺我，因为那时候我一开始就赖他，我就说我演唱会想找你，他就答应了。现在都直呼本名是不是？那时候林子佑找我的时候，我其实是哇。就是受宠若惊，是、欸、其实我一直很想找林子佑合作，在未来搞不好还可以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最大的掌声给 Max， 谢谢 Bobby。